很小声。你有接蓝牙吗？他没有接蓝牙。嗯。他应该是刚下班吧。哦，他还是刚下班想你。喂，有。基本上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实体店面就没有鉴赏期的问题，鉴赏期这件事。嗯，嗯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在你照顾你自己的。不能退，不能退，只要是实体店面买的东西都没办法退货。那重点是你总会收到实体的东西。他是学长要跟你换，说不定学长的东西也不错啊。哦，不能退，只要是实体店面买的东西都不能退，你有一个方式就上网卖掉了。对。你是吗？你哪一个座？我吗？现在吗？在吃饭。不是，他在上班。丁丁，丁丁找我吃饭。好啊，那你嘞？啊？又排不完啊！你很累。因为昨天太晚了，是不是？昨天弄太晚了。我打那么多四百多通哎、欸，这样算不好吗？还是算好？哦，了解。你的声音风声越来越大，你讲话越来越不清楚。好，拜拜。什么东西四百多通啊？他打了四百多通给客人，只有客人只有接了一百多通而已，只有一百多通有拨通。嗯，对，其他客人都没有接。然后呢？因为他是算业务之一，电话的业务。嗯、他又回去做那个、啊？他现在不是说做那个信用卡，他现在是做。也是做电销，只是做信贷的部分。他之前也不是。对，他之前也是国泰世华的信用赔、欸那個。他不是也是贷款的对啊？信贷，现在又回去国泰世华。他说他抽到自己的箱子送的圣诞节礼物，就他们员工有那个交换礼物。然后他去百货公司买了一罐香水，3000多块。嗯，他们好像3000多块的香水。嗯，啊，你没有叫他跟他们公司的同事交换就好。他就说他不想要啊，他本来想说可能可以退货。嗯，但百货公司实体店面没办法退货。较难吧？对啊。尤其是那一种香水的东西。对啊。对啊。没办法退货。实体店面的东西没有在退货。只能卖掉而已。嗯。但卖掉也要有人买才有用。对啊。住这条街的人一定很刺激。嗯。
被疯掉了。哦，每天都这么香。不是，重点是这都一下夜市开很晚，一点多才开始收摊。嗯，我说它一定很香啊。吃一颗吗？我再看看。还是我们一人就各一颗，然后一人一半。好啊。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有加那个。干嘛？有加那个什么？哪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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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叫什么？什么？肉松，一个是有加肉松。肉松。一个是原味没有肉松。我等一下多买一份回去给哥哥吃看吗？那晚一点再买。是、哦、晚一点还要再排斥哦。哎呀，冷，等一下会冷掉吧？冷掉就算了、啊，那我操。那也可以。哎，这个冷冻你要知道，我再经历第二次，我被冻。对，还不是因为你想吃，对，不然我不排队的。是这样哦。对，拜托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没耐心，我几乎不等。有啊，你常常在等我哎。对，而且都一个小时多起跳，干。那以前最早以前认识你是半个小时起跳，现在后面跟你带出去都要一个小时起跳。没有好不好？那是因为还没下班。哪有？上次还不是一样？上次去你家也是啊。那去我家那是因为我在忙、那個。那是不是每次都是一个小时起跳？没有，不要这样嘛，对不起嘛。不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认命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也不会催你什么，我现在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对，今天跟你出来，我就是好认命了，稳认。可以啊。OK。一个。对啊。其他米叔已经关了。是啊。啊？对啊，他要八点而已。哇，这里的。台北车站哦，关了。因为本来想说要去买提拉米苏。给皮卡。对啊，他明天生日。嗯。对啊，就八点就关了，没有想到，我还本来想说，人家大概十点才关。你来去买别的，送一下家就好了。我每次他皮卡都不会在意那个东西的值。明天下班去买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我怕你明天下班不知道几点，这是最重要。应该会跟今天差不多。我怕会更晚，因为最后快跨年了，而且跨年前一定有很多事情要干完。别说了。据我去年的经验来讲，对，去年你跟君君不都挨挨，好多东西要赶。真的，赶快死掉了。然后不是说赶快还债啊？我去年不是一直在念赶快还债？对啊，债。对啊，我说你今年哦，嘿。然后昨天，早上介绍那两个给明哥拉进去的时候，明哥就来问：“你要去吗？”我说我其实没考虑，没打算要去。他说：“你跟那么多人进去明哥那边 OK 吗？”没有，那两个是因为第一个那两个是跑熊猫认识的，啊，那两个也不是跟我很就是刚认识没多久，啊，我只是随口提一下，因为明哥这个群已经快有些人已经快沉水牵着太多。哥他其实拉人是有挑过，对啊。那你这样拉进去，你哥他可能跟你说好，但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完全、啊、那两个，所以我说那两个让他们出去，因为这两个确实要跟他们出去，是因为那一次活动要跟他们去才拉进去的。对，我要跟明哥讲，他们相处之后看怎么样。对啊，女生应该还好，男生应该也可以，男生还蛮随和的。对啊，女生就是跟你有得比，怎样？那、啊、就爱玩。我哪里爱玩？你不爱玩吗？不爱。真的？我这么乖的人都待在家，待、哦、在家的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可能我去年看错好多东西啊。
我去年可能不然被什么遮掩了，对，所以不然看错了，那个应该那个应该不是你哦，对，我认错了是不是？你是认错了，没错。OK OK fine。哇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各一个55，两饼60，两碗6啊，差小。哦，它的价格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最低要两个，啊，所以你俩是各一个吗？对，各一个。嗯。啊，你这个买还要买什么吗？嗯。不然你说会冷掉啊？啊，不是一样意思，你应该还有东西要吃才对。照你刚才那个理论，我想要喝哪一家？刚刚那个转角，刚刚那个粤菜的那个转角。你看我不直接买，因为刚刚没有想到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回去买，好吧？好哦。折返跑，那还要再回去吃那个什么？刚才吃的第一家的东西，你不是有什么想吃的？我想要我们先去玩那个弹珠。好啊，可以，终于有童心。OK， 买 OK。你不觉得那个弹珠很好玩吗？就是小钢珠，一定要摸到那个小钢珠。然后去投吗？对。OK。女生都有，应该不是说女生有爱好，人都喜欢打弹珠。那你们上网看一下它的就是型号跟品牌的那个讲法，就是说有差异在哪，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吧。查到啊，就是网络上它只有一些比较新的型号，旧的型号好像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这一家公司推荐就是讲的他们的，对啊，人家就说它的还不错用。嗯，这种是酷的。嗯，对。这种是滑面的那种，这种滑面的。嗯。没看到它样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。嗯。我在想说，到底要买这种滑面的还是？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乐福。店。就是这个哦，靠腰。对啊。有，就是像这样垫在身上。嗯，毛的好的吧，毛的看起来比较舒服。那个热敷完了，顺便还可以当热枕头。我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所以毛的还可以，除了热腰还能。还有一个这个，但是这个看起来有点丑。这个丑就算了，还要晒死呢。这个也是还好，因为它是用黏的。哦。耶、yeah, ，快到了。但是你看它是这样背的感觉，有点压给。应该不是哦，对啊，是背的，背在这上面。对啊，背肩带啊。对啊。然后感觉有点压力，没办法，他可能就是除了你压迫以外，他还就是矫正你的那个。没有，他那个是软。软的吗？不会矫正。嗯。他全身都通是不是？全身都修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有看到，但他网络上没有那个，他的官网上面没有那个。我这样看到的。还是仿的啊。官网没有，会不会是仿的、啊？在雅虎。那我说官网没有，会不会是仿的、啊？应该不会吧。很难讲啊，拍卖这种东西，拍卖容易中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我在购物雅虎购物中心。购物中心。那、哦、我之前找拍卖的东西看起来差不多。还有一个是这个红色的这种。诶、欸，这种比较好，还是刚刚那种店比较好？嗯，刚刚那个店看起来很舒服，可是这个看起来好老人哦。真的吗？所以这个比较老。看起来好老气哦。颜色吧？我不知道诶、欸。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一个很线路，一种很居家、很舒适。可是这个一出来，哦，好老。因为我是想要鱼哥，就是。背后的脊椎，因为它是僵直性脊椎炎嘛、嗯，所以就是脊椎炎好像是要热敷，如果会酸痛那些要热敷、嗯。哇哦，一样长哎、欸。
我们一样在前进，它后面一样在涨。对啊。天哪！好可怕呀！消费四例以上不分装，小心。本来那个。为什么下面价格是25、20？为什么？有蛋黄的，有蛋黄的20，没有蛋黄的20。哦。这一颗加一个，是吗？每一个人排队。嗯，对啊，每一个人在排队送。你要买给你喝什么？就跟你吃的一样。那就各两个。哦。110吗？他说一个人排队就好。各两颗，我们留一个人排队拿。加油！你要拍他的照片，代表你还有美。那你要什么？哎。就看一堆人都在拍、啊。各两颗，他没有分装。算了吧。有，华为没有。华为没有分装哎，华为哥。因为它是两个装一起，哦，我请他两个吃，这样就比较方便。OK， 好，走，买果汁，果汁，不要喝草莓牛奶了吗？我还在想，要喝，还是喝木瓜牛奶？不要，我还在想要喝。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还是要香蕉？我也知道，看你想喝什么、啊。以前我们都还会有时间来这边吃个冰，专程来吃这家冰。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同事带来我觉得还可以了，没有到很差，但是就也没到很好。哦，我想我不知道先买果汁，不是这一家吗？这家吗？这家吗？是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喝什么。这家好喝吗？好喝。真假的？嗯。哦。好，没事。干嘛？没事。你喝过？没，你买。你喝过不好喝吗？我对这家印象是不好喝、啊。怎么说？我之前的那个女朋友，就我们有来逛，她就买了这家，我们就从此以后就不买这家。是吗？然后我忘记她点什么了，反正就是两个喝起来都很难喝。对。那你觉得好喝喝啊？因为我不知道。对，你踹一个。我喝过、啊，对啊，你都喝这些。嗯，你喝什么？不知道哎。想喝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等一下看一下啊、哦，不好意思。蜂蜜苦瓜汁。芹菜汁。你要西瓜牛奶、木瓜牛奶还是香蕉牛奶还是草莓牛奶？我在想要草莓牛奶还是要香蕉牛奶？看你啊。香蕉牛奶。香蕉牛奶。草莓牛奶，没有，不要，哎呦，啊，草莓牛奶，草莓牛奶，你好，我要一个草莓牛奶，嗯，你吃，你吃，嗯，一人一半，no， 芋这个芋圆你吃，
你不吃芋头？我不能吃芋头。为什么？嗯？为什么你不能吃芋头？糖尿病不能吃芋头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为什么糖尿病不能吃芋头？血压容易升，血糖容易升得快。那你吃芋头。好，你留一小口给我吧。对啊。不然说，医生说我又好了差不多。我应该是那时候抱你抱得太严重，一下压掉。你是应该是有控制的。那再等下去，我们还要去打弹珠。先去打弹珠。OK。哈喽，蛋姐。嗯。我要跳，直到走出来。我不要彩票的。嗯。我要会有赞助出来的那种，我不要彩票。去找啊。要彩票，我玩那个人不是为了要换东西，我也是要玩猪猪，对，摸那个猪猪，对。可宁夏会有吗？有，最高人。嗯。这个吗？是吗？但是它有一个口，然后头一块，那没变吗？嗯，这是以前的版本啊，六几年。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要换多少？不用换多吧？还是用口的就好。十元十粒。五十元两个人玩。好啊。五十块就够了。五十。这边。我知道，说。Oh no! Oh no! 嗯，没跑。大。I have no more. 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。可以啊，你要打。我会打。我放在前面就好，这样。Thank you.